近日，一段张铁林和林心如早年演的一部戏的画面被网友挖了出来。网友所指的床戏是这一幕，里面的内容包括对话：“今天你陪我睡在床上。”还有林心如盖着被子露出香肩的画面。内容来自2000年上映的一部电影《新赌博球城》，开篇由张铁林、林心如、吴奇隆以及萧蔷主演，甚至还有当时还不太红的蓝正龙。怎么样，我这个拍档不错吧？嗯，谢谢你了。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你今天陪我睡床上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